你不要乱砍一气，会把剑砍伤的。这把剑已经传了三代了，可不能毁在你的手里啊！小燕子，剑要这样拿，我姥姥靠手腕的力量刺出去的时候呢，要稳，不能够轻飘飘的，也不能用蛮力。来，我和萧剑跟你一起练，不要太毛躁。 沉住气，这是一把剑，不是刀，这也不是斧头，这也不是棍子，这也不是九节鞭，这是一把剑。紫薇，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怀疑？萧剑和小燕子到底是不是兄妹？坦白说。 我确实很怀疑。你想想，就凭萧剑的一个故事，就能说明小燕子是他妹妹，其实是很牵强的。一个晋惠时代能代表什么？事情已经隔过了十几年了，晋惠时代怎么能凭游行时的一眼，就断定小燕子就是小慈？萧剑会不会认错了妹妹呢？看小燕子练剑，我确实有点怀疑。 不过错了又怎么样？对了又怎么样？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萧剑和满族，小燕子很幸福，他们都很快乐，享受着有家人、有亲人的感觉，真好。皇阿玛还不是认错了小燕子，依旧错有错着啊。如果萧剑认错了妹妹，那么小燕子真是命中注定要当我们大家的还珠格格。连萧剑自己都说了，不必太清楚，说不定萧剑也知道。 这个妹妹靠不住的。是，反正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正是，何况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呢？你干嘛这样怪怪的看着我？紫薇，你这么聪明，这么灵巧，这么善良。 这么宽宏大量，这么善解人意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呀！我也好喜欢你。来，二位，里面请。来了，哎，这儿坐着。来，坐坐坐，来，坐坐坐，来，坐坐坐，喝茶。 小燕子，这学成语和学剑一样，要从根本入手。最重要的，你要先学会认字。等到字你都认识了，这成语你就不会解释的乱七八糟了。路要一步一步走，饭要一口一口吃。不管学什么，人生没有捷径。我这有一本很好看的书，你先拿回去看。看不懂的字，你就问紫薇和永琪。等看完了这本书，你认字的本领。 也就差不多了，来。水许传。脑想头。 羊头卖狗肉，哎，羊头吉祥，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 皇阿玛，您过来这边坐吧。这么冷的天气，不管您从哪个宫过来，都要走上好半天呢。哎。
这有垫子。哎，皇阿玛，把这个垫子垫在下面吧。哦，对了，要不要拿条毯子啊？不要，坐吧，坐坐坐。皇上，您喝口热茶吧。皇上，先用这热毛巾擦擦手吧。皇上，这个暖炉您放在怀里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朕看见你们心里暖和极了，一点都不冷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回皇上，大家在猜谜语。谜语？朕最喜欢谜语了，说出来让朕也猜猜。小燕子最不争气了，我们出了一个最浅的谜语给他猜，他还是猜不出来。是吗？那是什么谜语呀？是一个字谜，高的有，矮的没有，站的有，坐的没有，跳的有呢，走的就没有。天堂有，人间没有，吃的有，睡的没有，嘴上有，手上没有。对，这个右边有，左边没有，哭的有，笑的就没有，凉天有，热天没有。小燕子，连这个谜语都猜不出来，让朕告诉你，骂的有，打的没有，谜语有，四书没有，唱的有，看的没有。什么这个有那个没有的，我怎么弄得清楚嘛？哎，大家可都明白了，就你还糊里糊涂的。好，我再告诉你啊，小燕子有，紫薇没有，太后有，皇上没有，小凳子有，小桌子没有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萧剑有，尔康没有，小鸽子有，小骗子没有，这儿有，那儿没有，吹牛有，拍马没有，这是个口字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猜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嗯，小燕子，你真的是进步了，不仅能够猜谜语，还会编谜语。皇阿玛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最近啊进步得不得了。萧剑已经开始教我学成语了，他给我一本书，好看得不得了。他说学成语需要学会认字，我现在已经认得很多字了，成语已经难不倒我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嗯，那么你现在在看什么书呢？水洗船。啊？水洗船。有这样一本书吗？不是水洗船，是水许船。那个许字很奇怪，是三点水加一个许字，不许的许字。那么这个水许船讲的是什么呢？水许船好好看哦，它里面有好多英雄好汉的故事，里面有个李达，厉害得不得了。哎，那李达怎么厉害呢？他手握两把大刀，有万夫不当之难。皇阿玛，你笑够了没有？笑够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刚刚是故意说错骗你的，让你开心一下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这个叫做《水浒传》，里面有一个李逵，手舞两把大斧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对了吗？原来你是在骗朕啊！看来你真是有进步啊，孺子可教也。什么孺子可教？这炉子可不能浇水，一浇水啊就灭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没有炉子怎么行呢？嗨，才刚刚夸口，马上就泄底了。你真是朕的开心果啊！好，炉子不可浇，你们的婚礼可要办了。皇上，您已经挑了日子了吗？如果朕还没挑日子，你们心里恐怕要把朕骂个千遍万遍了。哪有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就别急了，朕再留你们两年吧。皇上，
您挑的是哪一天呢？花嘛，就公主不急，王子急啊。<笑>朕不能再耽误你们了，朕特意来就是想跟你们研究研究。这样啊，过了年二月初二是个好的不得了的日子，除了这个日子以外，三个月之内没有其他好日子了。朕和老佛爷翻遍了黄历，都觉得这个日子可不能错过。朕想。 这一天让你们两对一起结婚，一个娶一个嫁。要不然，让永琪先娶了小燕子，过三个月紫薇再嫁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哎，我觉得同一天结婚挺好的，紫薇和小燕子情同姐妹，同一天结婚，显得更有缘分呢。再说宫里办一次喜事就好了，皇上同一天又嫁女儿又娶媳妇，这双喜临门也是一段佳话呀。哎，就是就是，同一天最好了。哎。 就这么办吧。好，那么就这么办。那天，你们一起从书房斋嫁出去。但是这书房斋永远是两个格格的家。结婚以后，明月彩霞小桌子小凳子还留在书房斋。尔康要答应朕啊，让紫薇随时回来小住。谢皇上成全，臣富尔康一定遵命。只要皇上有令，立刻让紫薇回宫。 谢皇阿玛，还有你们那些生死之交，还有小燕子的哥哥萧剑，都可以进宫来送你们两个格格上花轿，然后去景阳宫喝喜酒。婚后还允许你们在书房斋设宴款待他们，尤其是萧剑，朕特许他随时进宫和小燕子兄妹相聚。 谢皇阿玛，万万岁，万万岁，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吉祥。 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心里的歉意和感激。你们大婚的日子快到了，我和容嬷嬷连夜赶工，给你们做了两件新娘的礼服。这礼服的绣工是师傅绣的，针线活是我们自己做的，看在一针一线是我们自己绣的份上，希望你们能收下。 奴婢给两位格格请安。奴婢每天在坤宁宫里给两位格格早烧香晚烧香，祈祷格格健康快乐，事事如意。这两件衣服，奴婢在缝制的时候，每一针每一线都说一声。 对不起，这是无数个对不起堆砌起来的，请格格收下吧。皇后娘娘，容嬷嬷，紫薇好感动，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。这是不是代表？ 我们以前的不和通通过去了，通通都过去了。这一刻，正是我祈求了好久的一刻。 燕子，你呢？
我最受不了别人对我好了，你们这样一来，我都没辙了。天这么冷，皇后容嬷嬷到屋子里面去烤烤火吧。谢谢你们，我们不做了。两位哥哥，对我做的所有的一切，请原谅。和小燕子大喜的日子，那真是忙碌、紧张、慌乱的一天。早上我在喜娘的搀扶下，到慈宁宫叩别皇阿玛、老佛爷、皇后和嫔妃们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小燕子过了生平最混乱的一晚，简直是手忙脚乱，头昏脑胀，外带紧张刺激。多擦一点。哦，对了，彩霞，你来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紫薇的胭脂不够红，金锁啊，你都给她涂一点。今天是新娘子嘛。是。小姐，你把脸转过来啊。明月，赶快把灯拿过来，不够亮。好了好了，来了来了，灯来了。哟，小燕子的妆都花了，彩霞，赶快给她补一补。哦，多来一点。嘿，你们不要把我脸涂成个猴屁股了。哎，不会不会。哎呀，都当新娘子了，怎么还屁股屁股的？新娘子也是有屁股的。天哪！你就少说两句话好不好？新娘子羞羞答答才对呀！我好紧张啊，从来都没有这么紧张过。等一下有那么多礼节，
我要是出错了怎么办？我一紧张的时候，我就会喜欢讲话。你们又不让我讲话，我待会儿会紧张的出冷汗的。我要是出错了以后，不要怪我。怎么会让你出错呢？一路上有喜娘搀扶着你，喜娘会在你的耳旁提醒你该做什么，不会让你出错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小燕子啊，只要你不说话，就不会出错的。待会儿啊，头巾一蒙上，你就闭紧嘴巴。新娘子要是说话，人家会笑话你的，知道吗？嗯。呀，苹果，苹果在哪儿？哎，赶快拿来，快，快点儿！快点，快点。紫薇，小燕子，这苹果一定要牢牢拿住，不能掉了。时辰都快到了，晴儿，你赶快去拿。哎，我这就去拿。啊！萧剑，晴儿，是，我是晴儿。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彼此彼此。晴儿，晴儿，找到了。在我怀里揣着呢，你看我忙糊的都忘了。哎，晴儿，晴儿，如意环是不是在你那儿？喂喂喂！你看什么呢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吉祥锁带了，如意环带了，苹果带了，东西都带齐了。令妃娘娘，令妃娘娘，上轿的时辰到了。呀，喜帕，快把喜帕给他们蒙上，快！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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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
薇小燕子，恭喜恭喜！上轿。当初在围场被永琪一箭射到，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一样。真的平安如意，走向我另一段人生。我知道尔康就在我前面，
要把我带进那个完全属于他的世界。此时此刻，我和他从相遇到相许，点点滴滴都在眼前闪过。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
我终于娶到你了。这条路，我们虽然走得很艰苦，毕竟是苦尽甘来了。我用我的生命起誓，从今以后，我们的生活里只有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请新郎拿起喜鹊，挑起喜帕，从此称心如意。请新郎新娘喝交杯酒。祝新郎新娘永结同心，早生贵子。结婚还要吓我一跳，尔康，是我，我是你的新娘了。是，你终于成了我的新娘了，好不容易呀！我左盼右盼，左等右等，左哀右哀，终于挨到了大喜的日子，还吓头一身冷汗。紫薇，要想娶到你，真不容易呀。但是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了。我终于，终于，终于嫁给尔康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婚姻并不是一个故事的结束，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。婚姻生活里的岁月，就是我们另一段人生了。我的洞房，结束在一片缠绵里。至于小燕子，好像比我精彩。
郎新娘永结同心，早生贵子。接了两次喜帕才娶到我的新娘，真是惊心动魄，曲折离奇。我可以说话了吗？你可以说话。哎，折腾了我一整天，居然把我送到尔康那里去了。你没有看到尔康的脸都绿了？哼，你没看见我的脸才绿了呢。天哪，你好美！别动，我要做一件事。用生命写下诗章。